88哈。哦，驻唱歌手淘汰。你要去哪里？在马场大跑。很好，就是淘汰。来，不好意思，直接就淘汰。好，在哪里唱？在桃园。好哦，唱民歌餐厅是吧？亲子餐厅，亲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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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餐厅，啊，好酷哦！主要是亲子餐厅。那要唱什么歌啊？大部分都是流行歌比较多。来一首，我们听听看。做你的外套，只能穿做你的外表，听到你对他的撒娇。可笑的是，我没资格计较，做你的外套。拥抱着却不被拥抱，我是谁你知不知道，怎能随便穿上又换掉。好，接着下来这，哦呦，金融业经理啊，哦，这个好，情感臭，这个好，这可以帮我理财吗？对对对，他可以给你钱吗？嗯，76啊，你不要钱，没有 feel 啊，没有什么 feel 哎，没有 feel。好，欢迎金融业经理淘汰。哇，年轻，小胡子性格，你比较像美式牛排店的理财呀，他冒充经理啊。你是在哪一个那个数字3的公司，你是金融业的经理，对了，他对这个产业没有 feel 啦，陌生，比较陌生啦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规划未来的人生，不一定是保险。哎，怎么看到他本人，他很诚恳。可是我已经淘汰你了。对啊，等一下还是可以帮救回来。没有这个机制。好，没关系，但至少。哦哦，哎呦，好高哦！哇哟，上半身。婉婷。88而已，啊，淘汰，挂掉，你竟然不喜欢这样了，好呀，来互动几句，互动几句，我的小鲜肉，嗨，那我们每个粉丝团都会按赞，真的谢谢，超喜欢你，粉丝，好，谢谢，还有我们这个外表获胜的型男，两位终究有一位可以跟我们的婉婷来互动，先看我们的这位外表的帅哥，好了，一二三。啊，帅啊 ！OK OK， 好，一步啊，停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再来就是我们 DJ 了啊，看看，哦，200 183，你怎么破表？可以破表，超过，对，太可以了，这婉婷，可以破，原来，哇塞，这婉婷你破表，真的破表，怎么又破表的？有会有这种数值吗？那个温迪老师，温迪老师，你的机器坏掉了。温迪老师，你是加入你自己的部分的。啊？他刚刚一开始就已经跳到200多，之后又慢慢往下走到100多，是真的，在瞬间会超过到100哦。哇，真的帅，真的这个你有 feel 啊！而且你一出来之后可以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然后就胖。这个有点 Q 版的黄晓明呐。对，有点像周汤豪。哎，周汤豪很难讲哦。DJ 这边还没有看呢，来开。1 2 3，哎，也是有型的，哎，也是帅的，小泽元，小泽元，小泽元，就想到我们年轻感受。宪哥，你有了名字以后就瞬间下降。好的，谢谢小泽元啊，谢谢小泽元啊，来来，这位帅哥，哇哦，啊，两位可以互动一下，爆表的，爆表的，真的呀。交给你们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婉婷过来，好，两位让你们来交谈一下，好不好？开始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有看过我的戏吗？有。所以你是因为我的戏认识我的，还是我在综艺节目上面认识？戏还有你的就是代言的东西。哦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不怕恶女人吗？我比较喜欢恶女。很饿，所以吃不饱。很会聊天，很会撩哦。一直以来就是，如果有交往对象，都是会比较凶一点，希望比较凶一点，因为可以管住我这样。哦，那你跟我交往啊，我最凶了啦，来呀、啊！小慧姐，没有你的事。救生员，救生员，救生员，救生员。好，可以让他们这个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个在气球落地之前，你们要夹住。
哦，能懂那意思吗？用脸哦，脸夹住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，抛绣球的感觉，要夹爱心哦。好，来找气球喽！来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对，哦，赚到赚到啊，赚到！请夹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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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掌声鼓励！好好玩，可以这样啊！好刺激的游戏哦！好好玩啊！大日本很会研究游戏哎！这个我们都是。